本本在野外没有人给他横拉，难道他就开不爆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天朗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最近一直出话外音的就是我们的江导，他呢专业知识不太行，鬼点子是一个接一个啊，给我干的晕头转向的啊。那我能咋办呢？脾气就这么好啊，只能惯着他啊。其实不是惯着，是无奈，没办法，得罪不起啊。藤本月季不横拉还要爆花，当然可以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两点要求，一个养护的空间足够大，第二个施肥狂魔藤本任由它生长，枝条长到支撑不住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有一定的弧度弯下来倒下来，慢慢就形成了一大丛啊，有一定的弧度，那么这是它自然的生长状态，那么在野外就是这么长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借着一棵树爬上去，爬上去之后它在树上面打旋或者是平铺，那如果你有足够空间去容纳它，那么下一步就使劲给它肥，疯狂的给肥。当然一般横拉之后啊，发的芽确实多，如果你不给肥呢，照样开不爆。你就说你绑的再标准啊，弄得再精细，看着完美是吧，不给肥一样白扯，不横拉只要你使劲给足肥，那么即使发的芽不那么多，它也能开得很爆。为啥呢？肥足我不横拉，原本我横拉发50个芽，一个芽上开2朵花就100朵花，那我不横拉发25个芽，发20个芽，我一个芽上开5朵花，一样总数还是不少的，只不过是你那个弄得很规整，这个看老天爷，看太阳光，对不对？归根到底肥足了啥都好说。你不得种一棵给我看看吗？看见没，这种人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啊，天天给我拆台。还好咱是有准备的，狼哥啥没有，鸟有的是，你去四师母那边去看看，看那边有几颗样品啊，咱就是不管理的，一直放在那儿，一会儿明星一会儿你们就去拍一下啊，你赶紧走吧，下班之前我不要看到你，走走走走走，拜拜。